后浪火箭厨房，人性的光辉。后浪火箭厨房后厨，延续街头厨房理念，目的是在特定时间为弱势群体分享食物。分享食物的理念是希望不要有阶级之分，不让受惠者感受到他们是一群弱势者而羞愧。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困难，因此以分享食物的形式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而不尴尬。就如你今天的咖喱煮多了，分享给今天没有做饭的邻居。后浪火箭厨房 2.0 志工，疫情中的萤火虫。后厨自去年疫情爆发时每星期六派发，到现在后浪火箭厨房 2.0 每星期二、四、六派发三天，从原本50份到现在每天300到500份。志工也从一开始小猫3-5人，到现在固定班底50人。志工们训练有素，有时还自发帮忙装盒，帮忙维持 SOP， 让大家拿得安心，吃得放心。这是我这星期吃到第一餐肉，你们派的饭都放那么满。这些回馈显示，我们除了让大家吃得饱，也要大家吃得好。所以只要前一天在合作的小饭档口挂上后厨的布条，无论是后浪区的任何档口或茶室，隔天都会有民众井然有序地排好队伍。 True love policy Thank you，谢谢。来领取食物的大部分是弱势群体，但都非常有礼貌及守秩序，现场只有感恩的谢语。从这个月开始，除了我们在开展这个火箭厨房运动，我们不是很多这个马华的枪手说，你们火箭呢，讲就天下无敌啊，做就无能为力。我们是又讲又做，讲到做到，有料到。我告诉大家，只是我们霹雳州行动党从 MCO 1.0 到今天，我们的这救援行动长达了500多天，几乎没有中断过。我们派白米、派米粮、派爱心饭盒、派口罩、派白咖啡，然后捐助医院，送这个氧气机给这个PPE， 能做的我们都一直不停地在做。我们今天呢还告诉大家，我们还发起了这个火箭厨房 2.0 运动，每逢这个246，可能呢下个月开始叫每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连续6天哦，这个长达1个月，天天都派免费的爱心午餐给呢这一个手停口停没有收入的朋友们来吃免费餐。有些老人家拿了，甚至说这一餐是他们这一个星期最好吃的一餐，至少有肉吃。大家有没有体谅到有多少的穷人在哀号呼救？所以呢，行动党呢就站在最前线，我们现在还要再一次的展开仗义助人民、火箭献温情、雪中送炭的这个运动。我们目前呢也在筹集着购买更多的这个，要购买10,000包的白米，总共100公吨，来送给10,000个家庭。我们呼吁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继续支持行动党。下面有大家看荧幕下面有大众银行行动党的户口，我们把这个钱捐进来，我们将会善用每一分每一毫，确保呢这所有的善款
都能够送到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手里。我们不分种族，不管你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我们坚信马来西亚人都是一家人。